胡君臣、小易、徐帆老同学见面互揭八卦，郑凯臣和王小臣原来是同学。最近胡军和老同学陈小易、徐帆、李洪涛、郑凯、陈赫和同班同学王小晨、王文娜一同参加了综艺节目《青春同学会》。在节目中，陈小易和徐帆见到老同学胡军后激动相拥，几人还互揭老底八卦。而原来是大学同学的郑凯、陈赫、王小晨、王文娜更是曝光出了当年的青涩照片。当知道胡军即将到来时，徐帆和陈小易一脸兴奋激动地张大了嘴巴。还有同学李洪涛，陈小易、徐帆和胡军激动相拥。王小晨和陈赫也激动拥抱。陈小易开始揭老同学八卦了，问你上大学的时候你追过谁。而郑凯也首次曝光出了当年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存查卡的照片，他还调侃说这是我整容前的照片。徐帆、陈小易、胡军这个班真是不得了，人才济济啊，大家还发现谁了吗？而郑凯也曾晒出同学聚会的照片，照片中除了郑凯、陈赫、王小晨之外还有杜江呢，大家看出来了吗？不过正片内容还未正式播出，大家是否期待这次节目呢？